亲戚关系，我们准备了一下，哎，你肯定都不知道他们都有亲戚关系。来，请看大屏幕，看看大家呢，陈凯歌跟陈赫是什么关系呢？戴军侄子。来，再看刘考戴军，哎，来往前看于丹跟张震，粉丝。于丹是张震的表姨。一表三千里，这关系说不清楚。来下一个，胡慧中和孙俪。胡慧中和孙俪，孙俪的姨奶奶是胡慧中。我还说想说两代影后呢，这关系。来，哇，再下一个，陆毅鲍蕾，这是夫妇啊，哎，然后旁边还有两个空缺。对，那这两位呢，其实大家也很熟，因为经常看他们演的电视剧。对，但是他们四个又是什么亲戚关系，你们好奇吗？我一样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特别来宾郭京飞鲍蕾。欢迎两位。欢迎你好，鲍蕾。大家好，我是郭京飞。大家好，我是鲍蕾。对，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，前面一个图片是鲍蕾和陆毅，对，那后面一个是两个空白。鲍蕾我认识吗？你管鲍蕾叫姐姐，长得真的很像。那你管陆毅叫姐夫？姐夫，就是我们有点晕哎。就你晕，就是姐妹俩嫁给了兄弟俩，兄弟他们俩也不是，一姓郭一姓陆，跟兄弟有什么关系？郭京飞的妻子鲍蕾与陆毅的妻子鲍蕾是亲姐妹，这么一来，郭京飞与陆毅的关系就是生活中俗称的连襟。今天郭京飞携手妻子鲍蕾做客节目，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请来这两位啊，现在正好当红的演员来到我们的现场。要提醒大家，超级访问呢有了自己的官方微信，只要你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微信呢，你就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台前幕后的花絮和故事了。好，幸运的观众呢会得到我们游乐风网送出的正佳大礼包，还有我们的超级访问签名 T 恤。然后呢，两位我要说一下是首次公开亮相，嗯，对不对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所以我们是不能放过他们的，要好好的谈论一下，对不对？等着我们的超级访问，谢谢。作为话剧舞台上的大腕，郭京飞这个名字在影视剧领域对观众来说还是陌生的。但是今年一部《龙门镖局》播出后，饰演大掌柜陆三金的郭京飞备受关注，他也凭借自己亦正亦邪的搞怪功力迅速走红。演员郭京飞携妻子鲍蕾做客超级访问。他走路有点迈大步，特酷。大家看过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老师的表演吗？郭京飞鲍蕾瞒着家人闪电结婚。你们两个从认识到领证一个月。对对，中间过程有何波折？我们的脑子里边就是互相看着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脑子里边，一关。我第一次听说俩去领证的人才知道昏过去了。陆毅鲍蕾场外现身，为何让妹妹鲍蕾泪洒现场？听不了我姐讲这个，他一讲我就会哭，就这事儿。对，让那个郭京飞给带坏的。他启动了你内心的那个不安分的小宇宙。陆毅、郭京飞师妹连襟，同病相怜，家中财政大权全部上缴。怎么说，我们出去坐会儿，喝杯咖啡啊，聊聊天什么的，一到外边说买杯咖啡买包烟呀，一摸身上都没带钱。要这么想啊，拎包的都是助理啊。这么理解的话，心里就平衡多了。郭京飞生活中爱搞恶作剧，乐此不疲捉弄姐夫陆毅。郭京飞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你要是再找我的话，我就把你锁在厕所里。五分钟以后他去厕所了，我拿一根筷子一撇。更多精彩尽在超级访问。欢迎两位，两位
结婚多久呢？八年。这么久啊？11月11号刚过完，这个第八年。光棍节。对。您瞧瞧。我保密公司说那么好。哎，你们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吗？我是大学一毕业，他比我大三届。嗯，你比他大三届，但你比他大1岁多一点，才1岁。对。但是你比他大三届，那证明你学习好，他学习差。要不是他蹲班了，要不是你跳级了。他本来学习就挺好，然后呢，再加上我呢，那个又我在这方面才比较慢。啊、哦，难怪。你们两个都上戏的，是一个戏吗？他是导演戏，我是表演戏。导演系又讲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不考表演系呢？没考上。你太可爱了。说实话，是不愿意考吗？还是怎么？他不是，他反应太慢。哪有人大一敢追大四学姐的？所以我是毕业以后才追的。啊、哦，哎，讲一讲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于什么场合？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有那个新班的那个汇报演出，嗯，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去晚了，然后离很远的地方看，就看他一抱着吉他站在那个台口，就是唱歌，唱的是《灰姑娘》。嗯、来几句，我们一起。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，爱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哎，你这样穿的是灰的，这好合适。 啊这是灰的。当时你们站了那么大老远，你就能看得清楚他。对，暴力，你是不是就喜欢上他了呢？嗯，对他印象蛮好的，就觉得还挺有才华的。然后其实没看清楚。那你是不是觉得郑钧更有才华？啊，那当然。那回到宿舍呢，几个女生会聊吗？聊这当那个？我们寝室有一个女孩特喜欢他，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每天回寝室都会说。谁呀、啊？这个保密。大四学姐都会说什么？会说那个郭京飞怎么有才啊，怎么帅啊，怎么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业余活动和这个也没有什么网络，都比较匮乏，唱一首《灰姑娘》觉得有才。说实话，在上戏里面放眼看过去，长得好的男生太多了，所以能迷上这个大四学姐很不容易。弹吉的男孩比较少。那你第一眼看到那个呢暴力是在什么时候？我是从那个寝室楼去红楼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教室。对，因为上戏很小，就那一小段路，然后老远我就看见一个，他走路特酷，他走路有点迈大步。你学一下怎么走。嗯，那个大家看过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老师的表演吗？我现在在脑补这个画面，我就跟裤子没那么关系。对，他插着裤，一个女孩这么走，就这么走路开走。后来很多、那个、你来学一下吗？后来那个大概其实国际上很多名模走路到最后都是那样的。然后眼睛又比较这个直视前方，对，他是就盯着人勾勾的那种。对，他而且他不逃避任何所有人的眼神，就是谁看他在看谁，谁看他在看谁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近视眼。那个郭京飞你还没说呢，你刚才说是一个状态，那你们第一次就是能够说上话或者有过交集是什么时候？说上话是毕业以后了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我就没说上话。没。但你知道他？我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他在学校里面很有名。嗯，风云人物。风云人物，对。啊，他跟他姐都很风云，然后这个陆毅更风云。哎，说到他们那个两个人走到一起，听说有个关键人物。关键人物，关键人物要出场了。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他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
要说他们两个吧，我是真正的大媒人。开始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看郭京飞的戏，我带丽丽去看他的戏。那你想看完戏我们都很有共鸣嘛，就是看得很激动，然后这个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多沟通一下，或者多聊一聊啊。应该说看完戏我们作为师哥聊聊师姐，应该请师弟师妹们吃顿饭。然后丽丽就比较就变成他的铁杆粉丝了。姐姐组织的看戏，当时郭京飞的在上海演话剧是不是已经很有名了？浪得虚名了，就是还没都演的，因为那时候都是比较艺术的那些。名是名啊。对，那就算有名吧。演完了戏下来，后来结束有没有一起去宵夜？去吃了。是。那个就在边上，就是话剧中心边上吃的。包丽，你当时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你对这个男孩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了。当时他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印象呢？我觉得比在台上帅，因为离近距离可以看嘛，看到他哦，长成这样。台上化的老妆，帅到哪去？全是油彩化的，我根本就是看完戏我不知道他本人什么样。因为在学校里看到他那个也是离得特别远嘛，我从来没戴上眼镜看过他长啥样。然后。就觉得还挺帅的。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？因为男人跟女人之间是有一种奇怪的磁场的。有、嗯、说不清道不明，就是你觉得愿意跟他交谈，对吗？对。你有吗？有，当然。我觉得你好像之前就已经有了。对，我是其实那刚才其实没说完，就我第一次见着他在校园里边，就是迈着赵老师的大步的时候。我就在幻想，哟，导演系的女孩也能长得这么好看，而且还挺带样，有个性、啊，对，这么有个性。虽然当时不知道她是近视眼，然后那个我就幻想，如果我们俩要是能结婚，在一起，应该能有的聊。疯了吧？我才大一男生，第一次见到学姐，就想，哎，这女生我要跟她结婚，挺酷的。也我觉得也是唯一的一次幻想过，就是结婚这事儿啊。第二次谁主动约对方的？你们留电话了吗？当时没留，没留。当时没有留电话，那第二次怎么约呢？找姐姐呀、啊。哎，谁？你吧。我是那个最近也没戏演了，咱也别老是卸磨杀驴，是不是能一块儿吃顿饭？然后就约着就一块儿一块儿吃了。然后是那次就确定两人恋爱关系了。你告诉他了吗？对，就说了。对，这么你没有精神负担，直接就说出来了。这都这么明细了，打完台球就去酒吧。如果是女孩对我没兴趣的话，人家不可能跟我去酒吧了。高丽，他说你一直是有兴趣，所以他向你表白了。你犹豫了吗？就接受了？没犹豫。好酷哎！所以他表白，你表白了以后。从此两人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对。哎，我能问一下，故事都这么写的。你们两个从认识，算是就是说咱俩好吧，到领证儿，一个月。对。鼓掌，佩服。到底为什么一个月之后就领结婚证了？今天还有一位特别八卦的人要出来说，我们来看一看。10月11号的头两天晚上到我家来玩，我就推荐他们俩看了一部那个《真爱至上》。其实这部电影看完了，大家其实都又喝了点小酒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们俩结婚吧。郭京飞是那种，好啊，怎么不行啊？然后我说，说真的，我说明天我带你俩去领证啊。然后郭京飞就说，圆，你让我想想，我出去抽根烟。然后我跟鲍丽两个人就坐在沙发上，经过几番商量之后，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？如果明天下雨，郭京飞和鲍丽，你们俩就去领证吧。哇！来讲讲那一天，你们两个讲讲那一天。我们那天是就是确实是在他们家，然后那个。他就说，如果第二天下，就像他说的一样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了。等一下，你到门口真的是抽了根烟，还说给气象局打了个电话，明天会下雨，80%的可能会下雨。我们小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事。我要问鲍丽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，对于女孩子可以谈很多次恋爱，但是结婚很重要，是坠入爱河了还是？你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，还是你的婚姻态度不正确？我没对待婚姻那么草率。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，我遇对的人，我就愿意去试一试。
才一个月你就确定是他了？嗯，因为我们的相处就没有那么多磨合的过程，我觉得就那么自然，感觉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。这个你在外面就是这个几分钟，你考虑的是什么？门外的那几分钟？就这事儿，我得把自己给捋通了，因为这个毕竟结婚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群人的事，比较大的一件事，对，家里边对两家的事儿。你确定这个是你要娶的一个女人吗？我确定，那我都幻想过。好，等到你进来以后，为什么会说到夏雨这件事儿？夏雨那是她姐们说的吧？啊，就是圆圆说的。圆圆说的啊，是那几天上来是有下雨吗？没有啊。之前我们聊天那天没下雨，趁着喝酒就咱们就瞎扯吧，反正明天也不会下雨，如果下雨的话咱就去。我但是圆圆呢有点神叨叨的，反正他当时说这个话的感觉好像第二天应该会下雨。就你们俩走了以后，圆圆开做法。第二天果真下雨了。下雨了，下雨。几点都开始下的？我们睁眼的时候就在下雨。一大早就开始下雨，蒙蒙细雨，对，还不是那种啪，打，然后呢？走呗，那就不是谁提出来要去结了？那个圆圆打电话过来的，然后平时他基本上他挺懒的，平时因为那段时间又没什么工作，然后基本上每天都11-12点起床，那天早上6点多一点的给我们打电话，走吧，下雨了。然后我们的脑子里边就是互相看着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脑子里是。然后再过了很快的时间，听着门口滴滴，车已经来了，我现在上车了啊。在车上呢，包丽在干嘛？我好像晕过去了，就睡过去了。他也一样。对，就吓晕了。但还是会紧张。车里有放什么结婚纪念曲什么的吗？我第一次听说俩去领证的人在车上昏过去了。哎，就是懵的，我知道那种感觉。然后爆料人帮我们补充一下关键环节，来，我们听圆圆怎么说的。郭金飞的户口本在话剧中心的集体户口上，他不能随意的告诉单位的人说我要结婚了拿户口本。然后鲍丽的户口本在那路易和鲍蕾他们家，然后我们就先去话剧中心，郭云飞找理由说，我就这么说，我说我要买房子了，要户口本。到了那个路易和鲍蕾家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晚上了，鲍丽在车里坐了大概15分钟，他在想怎么去找一个理由告诉他们我需要户口本。当然我不知道最终他是怎么拿出来的，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理由。他忘了是吗？我忘了，真忘了。你是去哪？我给我叫出来。你跟姐说了吗？没说，没说。哦，那就不用想理由。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说你要结婚了？你担心她不给你户口本是吗？因为我姐姐和姐夫都是。他们都是比较传统，对，我姐相当于我半个妈妈嘛，就是一直照顾着我，所以我就怕我这个我的就这种比较在他们看来是比较前卫的这种，哎，该换脚了，对腰不好好意思，谢谢。他理解不了，他觉得你太神了，对吧？他理解不了。这个话如果跟鲍蕾提出来的话，肯定被扼杀在摇篮里了，绝对不会被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跟家里商量过？没有啊，这不没法说这。为什么不能说了再接？这是我们的选择，这个你说？哎，你们也别都学他，他们有他们的。掌控他们这些人的一种能力。但是我说实话，任何人比如说这么大一件事儿，结了婚了应该得到全世界的祝福，你们结完了婚以后就自己在那暗爽，难不难受啊？没有办婚礼吧？没办到现在，而且不能让人知道啊。找了几个哥们，圈里的人一知道，路易和鲍蕾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讲一讲。哎，就是跟几个好哥们儿啊，然后圆圆她的好姐们儿，跟我们在一块儿喝喝酒，就是这个，而我反倒是那个，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点怪啊？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玩的，挺高兴。我觉得结婚，哇，一大帮人又摆酒摆那，我实在是太摆酒啊什么的。就跟人说一下，说哎，我结婚了，哥们儿什么的。啊，那说了，对，就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然后。父母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父母啊。
两年以后。一年以后。一年以后吗？一年以后。是吗？嗯。鲍蕾，陆毅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一年以后，就是因为我姐知道了，然后我们就坦白了，都说了。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你姐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怎么？通过谁知道来问的你？我姐的班同学，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，然后就告诉她了。然后她还慎着，她不告诉我，就是电话里面没有质问我。我刚好去探她班，然后有一天我们俩吃日料，还喝了点小酒，然后那个气氛还挺舒服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姐说，我说因为马上也要到11月11号了嘛，我想错一年嘛。我说姐，我们俩相处的挺好的，我就想领证。然后姐那边马上脸就变了，你实际上一年以前已经领了。那边更深，早就知道了，热了结果。鲍蕾说你们应该过周年庆了吧。这完全是一副娘娘的嘴脸。对，倒吸一口凉气、过来让我拿簪子扎一下。哎，你知道我也有一个妹妹啊，如果我妹妹，我妹妹一年以后才告诉我她结婚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我只觉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同意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不会？其实可能就是不会，因为人会惯性的。比如说你要辞职，你妈就会说你要辞职，咱们就断绝关系。她都不知道你辞职是不是一件真正的好事，或者说你忽然认识一个男的。一个月要嫁给他，你周围亲人一定说，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？你俩就是，他们会把你那个爱情之火完全给扑灭的，然后归而用理性去替代，的确是这样。就是，所以这是一个父母最大的问题，就对孩子永远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。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得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，也有资格去这样。对，但我还是挺愧疚的。所以当时那个鲍蕾说了以后，你怎么反应？我就啪就跪下来了，姐，还是古装戏。对，跪倒没跪，但是扎我吧。讨厌你们俩，正经一点好不好？真无聊，这俩男的。头发带卷，还头发得散开。当时什么反应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反正就难受呗，就哭了，然后就希望他能谅解我。然后他会问你吗？这一年你幸福吗？他都看在眼里呢，因为其实这也没什么说了。对，然后他对郭云飞的那个了解也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就还挺高兴的。就主要是生气我没就是第一时间告诉他。那你什么时候告诉爹妈的？我也是一年多以后他们才发现被骗了。我说我结婚了，就跟小宝结婚了。然后我妈当时就跟那个音效一样的啊。你太烦了。然后呢？那这也还好，因为我从小就父母一直还蛮支持我的，我也比较在我的工作上也好，或者在我做所有的选择上，我都比较独立，所以他们也就无所谓。多好呀。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，那个宣誓，你们记得吗？就结完婚以后不是得宣誓吗？我宣誓、他不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问要拍照吗？问那什么，就都跟旅游团似的，就那种，就是要拍照吗？怎么样？我说我不用拍照。然后那好，那你们宣誓吧。我们俩都是搞表演的，就是那个台词都受过训练。然后人家那宣誓人其实是好意，他们也想就是这个是神圣的，庄严一点。结果一不小心就幻化成了喜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自己有口音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非得要把普通话说特别好，就是郭京飞暴力，你们两个现在正式结为夫妇，你们愿意吗？而且我结婚那天头发还是我自己剪的，前一天喝大了，咔咔咔剪的乱七八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挺好。我们今天又采访到了一对疯子，被欺骗的姐姐，听听被欺骗，再就是被欺骗的姐姐，被骗了一年的姐姐，来听听她的感言。我当时我的一个助理。然后是丽丽非常好的朋友，是她告诉我的。
然后我在想，当时我的第一反应，我居然不知道。但是我反过来想，他可能是害怕我担心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捅破那张纸，我也没有说。一年以后，他们说，我们接触下来感觉还挺靠谱的，我们准备去领证了。然后呢，我说好像听说是一周年了吧。然后当时丽丽就当时就哭了，她说姐姐，她说我是怕你们担心，其实我们真的挺好的。八年了，来这有纸，这有纸。哎呀，我来，哎呦，我的麦掉了。我怎么觉得访问到现在，觉得高律师让那个胡金飞带坏了。我才是导演系毕业的。看出来了。啊。谈恋爱就是它的美妙之处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你们想去做的事情。我听不了我姐讲这个，她一讲我就会哭。就这事儿。对。皇后娘娘的余威还在。还是在下陆三军，不知得罪了哪路英雄，请英雄现身。请英雄现身。想必你们应该知道，我陆三金在树河镇的神通。我数三声，你们若再不现身，我就要用我的办法对付你们。一、二，救命！一部《龙门镖局》让男一号郭京飞迅速走红，剧中的郭京飞亦正亦邪，成为不折不扣的万人迷。那么生活中的郭京飞又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？生活中的郭京飞脾气大，曾经打老婆不是砸老婆打老婆的汽车，这一看就是打老婆的大汽车。这暴力说的。他什么时候砸你的车了？刚结婚没多久吧。啊。有一次我们出去跟朋友吃饭，然后喝了点酒，后来出来我去拿车去了，然后他跟那个停车场那块儿跟朋友一起聊天嘛，就站那儿等我。结果呢，就看见一个遛猴的，就是那个卖艺的那个，就牵了一只猴过来，然后他还挺好玩的，一只特别小的小猴。然后等我把车开回来，窗子摇下来一看，他就站那儿等着，给我买这只猴子。然后我就没同意，然后他就生气了。当然不同意了。不是，首先呢，那会儿还没孩子，然后呢，我为什么要买这猴呢？我是正好看毒库啊，有一个就耍猴人，我当时对那个特别感兴趣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猴子的性格真有意思。结果那小猴呢，我去抱那小猴的时候呢，那个小猴刚一开始对我特别有进攻性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上来就瞪，就一把就抓在我脸上了。然后我当时还用气场的脸已经被捏的都扭曲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放心放心，我说不会动，慢慢小猴就松开了。哎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我们俩还挺有人性的。对，哎，然后家这个当时家里喝点酒，我就想要那猴，特想要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冥冥之中就是对，他没喝酒，他处于清醒状态，他没喝酒，喝了酒就处于冲动状态。但我坚信我不喝酒，我也想要那种。为什么？就是想要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说，能不能给我买？你明天酒醒了再说。我说明天，我说你别蒙我，我酒醒了这猴没了已经，人就走了。加上那哥们儿也不卖，就他两面夹击，不可以这边哎，不可以不可以。我说我给你钱，我说你先别说话，就我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可以。他在这边你听到没有？人都说不可以。脑子有点胀了，然后就上车了。上车完了以后，我就琢磨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说这个，咱一个月都能结婚，为什么不能买只猴呢？啊，这不尊重我的想法呢？然后加那个导航呢又坏了，要就后边还有我一哥们儿，然后呢他要回去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，有点远，导航老坏，关键是，哎，我说这导航怎么回事？就没想到那么脆弱，对了。哎碎了，就那个触屏碎了。对，你就一拳砸在屏幕上面。八千块钱没了，这个就变成了砸车事件。看你也不敢砸车。不，这也挺生气的呀，人家的车跟你。我的车，我买的名字是他的。啊。你控制现场的气氛能控制得很好，很包容他还是怎样？对啊，那就。
因为我有的时候一个是我反应慢啊，这个是有的时候反应的就是现场，就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反应不过来的。还是你母仪天下，他当时对我的态度像我对猴子的态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当时还蛮着急的。那还好，碎了以后你就很冷静的跟我说，郭云飞你想要干什么，车上还有朋友对吧，好看吗这样。他很包容，因为那天你酒没醒，他这事儿他就给你抹过去了。第二天酒醒过来以后，你又去道歉吗？对，肯定也道歉啊。就是我们俩呢，就是这个确实我是非常尊重他的，而且是我也认为他应该是一家之主，就家里上的管理上所有的这些事儿。就那天喝多了没控制。你们俩吵架会隔夜吗？不会，绝对就是我们的约法三章了。对，因为有两回吧，隔夜了，俩人都气够呛。然后后面就说咱们还是约法三章，第一不要吵隔夜架，就是把事儿说通了咱们积极面对，然后呢第二就是不要提离婚，因为这个就是挺无聊的，就要么就你就啥二话不说就离了，你就别拿这个威胁人。对对对。然后第三是什么来着，忘了。三这事儿好像好久没犯过了，所以就那什么。对对，我也忘了。这俩人这是应该不是这种你们俩有点很奇怪的和谐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奇怪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我觉得在一起生活，柴米油盐很重要。是是。我在一起相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俩真的很困难，这俩搞艺术的人，你们的理财能力有吗？理财能力吗？他还可以吧？你还可以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全都听我姐的。哇，又往你姐那儿推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台交给谁理了。就是我的财政大权跟他的财政大权，这个共同点的都是我老婆管。他们女孩逛街可能慢一些，然后我们两个男的就觉得逛时间太长没意思，我们说我们出去坐会儿，喝杯咖啡啊，聊聊天什么的。一到外边说买杯咖啡买包烟呀，一摸身上都没带钱。要这么想啊，拎包的都是助理啊，那包包都是我们两个拎嘛，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乱走。对，这么理解的话心里就平衡多了。姐姐反应倒还挺快，哪有乱跑的助理。哎，这个钱是怎么着，你把钱交给小豹，小豹交给小豹，再交给大豹，陆毅也交给大豹。对，所以你们三个人都是他来帮着理财。皇后娘娘算小账。哎，这个哎，鲍蕾有理财概念吗？他应该周边几个朋友都还有这方面的，然后他就跟着学。他本身自己也不厉害。他，我觉得眼光。他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他好学，而且就是，他关键是对这个还是挺敏锐。他挺感兴趣的。你们两个口袋里会连一点零钱都没有吗？出门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习惯性的，就是吃饭都是老婆付钱。这个什么东西都是老婆付钱，刷卡。那助理吗？助理哪有乱跑的呀？你会叫陆毅叫姐夫吗？不，我觉得有点酸。就直叫名字。老陆。他叫你呢？叫郭云飞呀。郭云飞。叫郭。对，郭云飞。小郭跟叫自己一样。以前他们真是这么叫我，而且我跟静姐的回答是一样的，我说这称呼合适吗？我又不是司机。因为什么小郭小李都特像自己。对，他们就经常给打电话，丽丽去哪儿了？又找小郭去了。对，小郭特别像，除了司机就快递。我觉得你模仿陆毅应该特像吧。还行，对，我说。我以为你要模仿君子。哎，你模仿陆毅给我。陆毅就老是那种特别正经的那种，还好，就我每次看到人特别正经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破他。这个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陆毅很蔫坏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不，他是那种蔫坏极了的人。那就你还记得咱们采访陆毅，他说他把那个电灯那绳儿都烧成灰，烧到那种就是还不断。然后他们有一个人回去老要拉那灯绳儿，然后那哥们一拉一手灰，高兴的不行不行。你想多，你想能把那绳儿烧成又不断还是灰。是何等技巧呀！他这些事儿我比他干的好。讲一个，我把他锁在厕所里边了。有夏天的厕所，简易厕所。然后呢？你想想，他我们俩呢一直憋着在一块演戏。
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机会了，结果呢戏还特别少，俩人对手戏，难得在这个之前两个人互相幻想，哎闺蜜，咱们就那个住在一个酒店里啊，然后我帮你把房子都开好了，咱们住得近，然后经常在一块玩。结果到了以后，我们俩根本就完全没有什么对手戏，就那一天特别激动，俩人碰上了。就特别像那种就失散很久的幼儿园大班的小孩一样，激动的要命，然后拿着冰就往人身上抹呀、啊、什么的那种，然后就互相的搓，然后那个，然后他就开始就想主意，他先是口头上这个说，郭云飞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你要是再找我的话，我就把你锁在厕所里。我说你怎么锁呀？我拿一根筷子一别就可以了。两分钟以后他去厕所了，我拿一根筷子一别。你这个笑起来多坏呀！后来呢？他很冷静，因为他知道，他无论再怎么呼叫，都会加大我的快感。我就是要等他那一下。他助理已经被我抱住了，助理又很瘦，就在里边一直闷着。他是遇事不紧张，他要想办法解决。他索性泡个澡呗。哎，我肯定就回去泡澡了。然后呢？我再给他送点东西进去。我哎，你要预言吗？好无聊，你们都。该吃午饭了。然后他就在里边憋了一会儿。后来我觉得时间有点太长了，大概40秒钟了已经。那个真的里边会很熏啊，又天气又那么热。后来我就给他拔开了，还扛着呢，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开开吧。其实我觉得有点遗憾，那个婚宴你们两个都不愿意办的没问题，那婚纱照后来拍了吗？也没有，这个是我的愧疚啊，但是我一直在策划这件事情，我已经策划了很多年了，20-30年内应该完成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巴力呢？对。其实我也觉得还好，其实我每次都是拿这件事儿说事儿，要真的想要去拍，没事的，我也没有婚纱也没有婚戒，不是也挺好的，不需要那样的。而且好多人都有婚纱照，是吧？我跟朱丹也有，跟黄晓蕾也有。你就贴在家里，高兴高兴得了呗。大蓝背景，都是一样的婚纱，然后男的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那样照出来。对，不过我倒觉得谁选择那个我也挺祝福的，但是就是说你们两个如果都没有特别的感受，其实也是无所谓的。对，啊，有所谓吧，还是想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一次这样的惊喜，或者是什么目测，再不是再酝酿，签字画押是吧？给你准备了一套婚纱定制照，免费的送给你们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们就开始吧。超级的，谢谢你来到今天，来郭天儿把最漂亮的鲜花送上来，因为这个花实在是太美了。对，这么多花啊，这么多礼物啊。谢谢那今天为什么要送给两个人？没有，我就说你们就拿那么多东西，我也拿点什么东西，要不手里特别空得慌，真是。你不要逗我，对，这样会看见比较舒服点。新年好就出来了。在这里呢，特别高兴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。那智能用户手机呢，发送超级卡到95131186，或登录我们苹果和安卓视网的免费下载，采访我们客户端，参加我们的实时互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两位的到来。我们也希望每一位都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本期超级访问成功，谢谢。